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一起请出我们天梭全球品牌代言人龚俊先生，掌声欢迎龚俊。哇，阳光帅气。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俊啊，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天梭的咱们这个海星系列的新品发布会啊，很开心。掌声欢迎俊俊哈，手里拿着手机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呐喊声代替一下好不好？哦，掌声欢迎俊俊哈。其实俊俊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天梭的线下活动了哈，这一次感觉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这次感觉这个氛围不一样，因为这次跟上次在小明哥的老家，哎，上次在青岛，这次呢来到了上海，然后又是一个咱们这个泳池派对的这么一个主题，非常的放松，啊，因为最近呢也是这个工作比较多，然后非常感谢天梭带我暂时的啊。逃离了一下工作，来到这么一个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愉悦的泳池派对的这么一个氛围啊。对，因为大家都注意到了俊俊的前两天的时候拍摄了我们的全新海星腕表，非常夏日的这个夏日感的广告大片啊。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也戴的是这一块是吧？是的是的是的，我戴的这块是全新的海星系列，然后它是一个纯黑色的配色，然后我觉得哈，它非常百搭，然后非常时尚又很高级。嗯，对，非常高级哈。来跟我们回忆一下那天带着这块我们的腕表，然后在拍摄我们那天广告大片时候的一些感受，好不好？我，然后那天是这样，那天我在无锡拍戏，然后是开车来到了上海拍的广告，然后呢是个冬天，但是呢要感受这个感觉是像在度假，像在这个法国或者瑞士的感觉，然后啊有大海，有海风。然后有美丽的风景，然后那天非常冷，然后非常感谢天梭，然后给我棚里面支了好多那个暖气，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叫哈，那个叫什么暖气风，老大，那个火力贼大，我还拍了发了个 ins 的那个图啊，对，然后很开心吧，然后穿着那个背心，然后我看到他们天梭的同事跟我说反映到总部，然后总部说看到那个照片说是。天梭的施瓦辛格，因为我是那个穿着那个背心，是，对对，笑死了。对，天梭有我们自己的施瓦辛格，今天这一身也能够看得出来。啊，没有，最近比较瘦啊，因为那个下部戏呢是一个需要跟小明哥一样减肥的角色，要减肥的角色，体脂要很低才好看，对。嗯，对，我们期待不同面的俊俊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哈。刚刚大家有在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其实刚刚俊俊上来的时候，特别想称呼一声“月初大人”。别，要平身哈。别，对，最近大家应该都在看俊俊的新戏哈，《狐妖小红娘》，对吧？俊俊这次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这一次演的东方月初这个角色，你觉得跟以往的角色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因为他这个。角色是一个从那个二次元走出来的，然后性格呢又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然后跟之前可能角色相对偏稳重或者说是偏沉稳一些，这个这么外放阳光的可能还没有遇到，所以对于我在塑造他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跟之前角色有一些不同，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但是呢他这角色又有自己的成长和弧光，然后年龄跨度也比较大，到了后期他又变成了这个一期盟的盟主，所以说前后差距比较大，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对，我们已经看到了月初大人开大招了哈，后面还会有更精彩的戏份。有，这今天好像是断更了，要停三天啊。哎，对对对，还好我们在天梭的海星新品系列发布会可以看到俊俊，是是是，对吧？谢。OK， 好像那个是这两天马上高考了，对，也祝这个要高考的同学们啊都取得好的成绩，顺顺利利。祝福高考学子哈。好了，刚刚俊俊也提到了说今天戴的是我们海星系列的这个全黑款的这个哈，这个你会在什么场合下佩戴它？我会在很多场合。为什么？因为我上次大家看到我去跟父母去那个泰国拍的那个 Plog， 然后里面有那个身材哈，小秀了一下身材，然后呢戴的是海星的蓝色款，它跟这款不同，因为这款是个新的配色，它是一个黑白的这么一个配色，它是一个黑色的配色，上次那个偏蓝色，然后非常适合大海的那个主题，因为上次是去海边跟家人度假嘛，正好也有很多那个水上项目，带我家人那个去了一趟海上，
然后呢又下水游泳，所以海星的性能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在游泳池里游泳啊什么的都不用怕，因为它有这个300米这个防水的功能，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我了解到还有80小时的这个储备啊，能量非常厉害啊。听得出来俊俊对我们的海星系列的这个全黑款非常非常的喜欢哈。OK， 好的，谢谢俊俊，希望我们俊俊跟我们的海星系列可以创造出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更加期待哈。刚刚已经迫不及待的跟小明哥聊了很久了，对吧？是，我们就干脆把小明哥请到台上来，大家一起好好聊，畅所欲言，好不好？来，再次欢迎小明哥来到舞台上，掌声欢迎小明哥。好，应该也刚见过没多久，打招呼了。上个月底刚见了是吧？来欢迎两位哈，哇，好养眼啊！见，刚休息时也见了，也见了，休息时也见了。对，我们老在一起，这一个月见好几次。对，是的。但是这是两位第一次作为代言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我们天梭的线下活动，对吧？啊。我们是对，好像同参加活动，合体的话是第一次，对，还是非常的这个开心。两位，你知道我比他大多少岁吗？哎，不是刚刚说的这个15岁？对的，我大他的年纪刚好就是在天梭的年纪，正好，所以你应该是在16岁的时候我开始代言天梭，一直到今天。嗯，哎哥，我跟你分享过一个事情，特别好玩。然后呢，我好多年前，然后刚大学毕业到北京啊，然后当时有几个粉丝接机啊，然后从机场路过，然后一个非常大的屏，小明哥非常帅，戴着天梭手表，然后呢我走那儿路过啊，就是过了一下看了一眼，然后呢粉丝就拍下来了，然后去年不是跟天梭合作嘛啊，然后他们天梭就把这个我就跟他们说了，然后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哎呀，对。好巧，特别好，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刻转动了，真的。对，有很多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真的是代表着我们和天梭的缘分，对吧？对，刚刚来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天梭的这个命运的齿轮哈，天梭命运齿轮转动了，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是吧？小明哥不光回忆到这些，时间命运的齿轮转动了，It's a destiny。耶，哎，有没有回想到自己在这个瑞士玩的时候一些场景哈？因为今天在现场的这些场景，嗯，小明哥。瑞士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地方，然后尤其是雪山。对，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去了瑞士的少女峰，然后登上了这个冰川三千，然后在那个少女峰的那个峰顶有一个索桥，索桥的尽头有一个小古堡啊，小山啊，然后石头这个小山石头上呢里边嵌着一个天梭。哦，在3000尺的这个海拔的地方。然后还有0-10几度，天梭精准的为大家报时，所以真的很厉害，也很神奇。对，然后天梭真的很美，然后我很有幸被天梭邀请去参观它的工厂，很壮观，里边全是机器人，自动机器手臂，然后有很多的工匠师傅，所以好厉害。我觉得有机会我们俩可以一起去。好啊，对，可以去玩，去滑雪，就会一起去，已经约好了，天梭带我们一起去。对，拜托天梭，谢朱总啊，我当你答应了啊。好，哎，其实说到度假休闲哈，其实我们特别好奇，两位你们对于度假休闲有没有自己特别期待的完美假期？你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憧憬哈？小明哥，你自己特别期待的这个假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假期？我期待的假期就是瑞士请我，不是天梭请我们去瑞士啊。一边这个对是吧，还玩着，还一边可以工作着，对，多开心啊！还佩戴着我们的天梭手表，对，还有对雪山，然后最好再能去到海边，对不对？我们代言海星系列，我们就一趟就完美了。对，雪山海边都去，对，对，俊俊你呢？你自己特别期待的这个完美假期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期待的完美假期呢，就是跟我一起，小明哥，然后天梭带着我，然后去瑞士啊。然后见一见，我没去嘛，对吧？对，但我去见一下，还是很美的。好，已经约好了哈，两位下次要去瑞士，带给我们非常棒的这个度假风情哈。今天现场布置的很像瑞士的这个度假风情，也给两位满足一下两位的愿望，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哈，想让两位感受一下。今天端午节马上到了，但是我们先给两位补一下六一，好吗？六一，我们准备了两个超级大的泡泡制作机哈，邀请我们两位呢来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用泡泡来制作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泡泡的感觉，好不好？来哈，这个吗？哦，在这里。对哈，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到台上哈，把我们的泡泡这个泡泡制造机来拿到我们两个我们代言人的面前哈，我们请两位来感受一下，好不好？谢谢。
好，今天我们说是天公作美哈，一到我们活动正式开始的时候，突然间就阳光明媚了。上午还在下雨。对，我们要有请两位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哦、OK。对，谢谢。小明哥和俊俊，你们选择哪一个？都行，是吧？就可以都试一下吧。对，有这个在现场是是。这个我刚才玩过了，拍的时候。那就让小明哥先玩一下这个。行。好，各位小伙伴们，都是让小明哥先来玩一下这个哈，来。好来。好来哈哈，感受一下哈，来，把小明哥拿下话筒，我帮你拿一下。OK， 好。来，各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天梭海星系列新品发布会的现场感受一下哈，这是在我们海星系列新品发布会的现场独家的这个场面哈。好，小明哥要做一个超级大的梦幻泡泡。哎，再来一次哈，对。哇哇哇！好酷好酷！这哎，又来一个哈哦！哇，有一种童年突然间升级版的感觉哈。俊俊，你的那个呢？来，俊俊给我们展现一下你的那个。哇哇！梦幻泡泡来呵呵，接下来看一下俊俊哈，要用那个，哎，要让老师教一下哈。对对对哈，俊俊突然间玩性大发，好，现场来感受一下。好。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突然间回到了童年哦。好，我们让老师来到旁边，让俊俊这个单独再做一个好不好？看一下没有老师的这个支持，自己能不能行哈？来，俊俊拿一下这个来一个好不好？两人换一下哈的 ，OK。好哦，做了一个就开始当小明老师，就开始教一下明哥了哈。好，哎哦，哇，哇哦。好，来俊俊感受一下这个哈，我们让俊俊感受一下这个。哦，OK， 我们请两位一块儿好不好？请我们的所有摄影师抓拍一下哈，我们把中间的位置留给两位哈，请两位抓拍一下哈，我们的梦幻泡泡，有请我们两位这个我们的代言人，哇，很漂亮哈，哎，好嘞。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将在所有的媒体朋友们的见证之下哈、啊，来看一下两位制造出来非常梦幻的泡泡，也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哈，我们天梭给各位哇，好漂亮啊哦哦，这么大，好，我如果觉得这个项目不喊停，你们可以一直玩到晚上的，这个好玩是吧？好，我们也请我们的两位老师收一下我们的对泡泡制作机哈、啊，有请两位来跟我们说一下。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玩哈，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以及我们天梭的朋友们说的哈。嗯，小明哥你先来。嗯，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是大海的儿子嘛，对，我很喜欢这种海边沙滩啊，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的海星系列，我也很喜欢泡泡，就不管你年纪多大，但每次你玩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会嘴角忍不住笑起来。对，所以其实不管多大都天梭一起不懈努力继续创新哈。俊俊呢？嗯，哎，首先呢非常感谢啊天梭这次邀请我，然后来到这个非常具有度假风情的这么一个小地方啊，感受咱们新款的天梭发布会啊，天梭海星系列发布会，然后也很开心见到了小明哥，哈哈，然后哈哈非常开心啊！希望呢，这个以后能跟天梭去到更多的地方，就像小明哥说的啊，去到瑞士啊，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对海边、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啊，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两位代言人哈！希望大家跟我们天梭一起乐享当下，无惧风浪哈！好了，谢谢，接下来就到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刻了哈！我们再次请上我们的。再次请上我们天梭全球首席摄影官希尔达杜洛先生和天梭中国区副总裁朱总登台，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非常精彩的时刻哈！掌声欢迎两位老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两位，我们邀请两位一起面向我们前面的各位朋友们哈！接下来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欢乐的时光哈！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与此同时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上一下我们的合影道具哈！邀请我们的各位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的合影道具。今天既然是我们的天梭的海星系列新品发布会哈，我们的道具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都是在我们度假休闲的时候会用到的哈。好，都是我们的对，都是天梭的这个主色红色系的哈。OK， 每个人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是吧？
板左好，对对对，有这个出浪板哈，还有一个这个OK， 好嘞，邀请我们的四位嘉宾来一起手握着我们的合影道具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拍一个非常这个放松的度假风情的哈，来各位小伙伴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来也请我们的各位现场的拍摄的老师们哈，一起来抓拍一下我们非常具有我们瑞士度假风情的时刻哈，来给我们几个非常放松的 pose 好不好，再抓个 relax pose vacation feeling pose 好，变换 pose 哈，对，俊俊还在想说哪一个 pose 最哇OK， 给我们几个 pose 哈，好，再来一个，对对对，哇，又换了一个，对对，哦，小心点哈。OK， 各位小伙伴们，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精彩的庆祝时刻了哈。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二楼的小伙伴们和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要配合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精彩时刻。待会儿我说到三二一的时候，我们台上的四位嘉宾就把手里的道具抛向水中，这时候先不要哈，然后我们二楼的小伙伴们呢，在说到三二一的时候一起就把球抛向空中好不好，我们现场的小伙伴们和我主持人一起倒数三二一哈，来所有的小伙伴们做好准备， 3 2 1 go， 哇、哦、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庆祝这非常美好的时刻，也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我们天梭的海星系列给各位带来的非常棒的我们的休闲时刻，也希望各位感受到这份满满的松弛感哈，也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嘉宾。 OK，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四位嘉宾转过身来哈，来对着我们这边的摄影师再来一张合影哈。 OK， OK， 热聊起来了哈。 Please turn on。 OK、OK OK PleaseOK、再来一张，邀请我们四位在面对这边来一张哈，来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好，也再一次邀请我们现场的各位媒体各位嘉宾朋友们可以沉浸的感受到，可以沉浸的感受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天梭海星系列给各位带来的瑞士度假好心情，以及每一位以及我们活乐享当下无惧风浪的感受哈，来有请我们的四位嘉宾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拍摄老师，对，每个人都露出了我们的全新的海星系列的我们的腕表哈，哇，很棒，谢谢哈，瑞士天梭传承经典，再现时尚老潮谣，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和我们见证我们的天梭海星系列腕表的精彩的发布哈，再次感谢各位的莅临现场对于我们天梭海星系列的支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谢谢他们，谢谢杜洛先生，谢谢朱总，谢谢小明哥，谢谢龚俊，再一次掌声感谢他们，谢谢他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好，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全新天梭海星系列腕表的盛大发布会就圆满成功了，谢谢大家，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现场的见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好，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待会儿的现场呢瑞士度假风情，邀请各位继续在现场感受，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哈。瑞士天梭表传承经典，再现时尚浪潮，全新天梭海星系列腕表以当代设计承载专业和探索精神，展现时尚与功能强大的盛大结合。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们跟我们一起见证了全新天梭海星系列腕表的盛大发布，也谢谢我们的各位重要嘉宾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的见证，谢谢大家。